好，希望这次可以安全着陆。来，慢慢的开过去啊，慢慢开过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准备要下去喽。哦，慢慢贴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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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合 ，yes， 看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，哦，准备下去，准备下去了，直线，冲啊，咻，哦，准备要飞了，准备要飞了，为什么停住了 ？What？ 为什么停住了？这边地板太平吗？为什么这样？哈哈。今天艾斯要跟大家介绍这台柯尼塞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门啊，哇，这个门是可以直接这样打开的。然后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让开一下，后面有车过来了，停在这边好了啊。我吓到那个人了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门好了，他的门是可以这样子打开的。然后，第一人称看一下，哇，他其实这个贴图做的非常的精致哎。看一下这个正前方的仪表板，哇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。哦，旁边还有万呢，后面还有什么吗？哦，这个是幽灵的意思吗？这个 mark， 然后椅背上面跟上方那个黄色条纹是布的，哇，车缝线都做出来了。OK， 我们今天修车厂老板不在家。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个修改器来修改这台车吧。OK， 看一下它的外观好了。这个外观是什么？哦，前面会有多一个是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防滚架吗？这好像是防滚架吧？我还是保留原厂就好了吧。那这个应该是速度吧 ，EMS。这个我先不去动它，我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低底盘，这个哦，这个就不用改吧，我们就用原厂的。哦，这炫调系统啊，这喇叭、变速箱、刹车、引擎。哦，它中文翻译在上面啊。OK， 这个炫调系统我就不改它啦。我记得从左边下去会比较顺利啊，我们来试试看左边啊。哎，慢慢的撸，慢慢的撸。哎，哎呀，哦，哎，哎呀，没有碰到啊，要掉了，啊，嘿嘿嘿，来。扭转一下趋势，看，往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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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不到啊！可不可以？哎，碰到，碰到，哎，掉下去了，不，快点，哦，哈哈，这细心跟耐心哦，现在想办法慢慢的撸过去啊。开太快的话没什么用哦，试试看，慢慢的撸过去。哎哎哎哎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哎呀。哎、欸、哎，我刹不住，刹不住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慢慢的贴合吗？有机会吗 ？Oh yes, oh yes， 好来，哎，准备朝地面冲啊，冲啊！啊！哦吼！飞、欸！为什么每次都停在这里啦？让我飞一下嘛！喂呼，那、啊、就这样子而已哦，搞什么、哦？